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第五页。我们还是从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念起啊。华严经云：严禁不可思议刹，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世界人境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我们就念到这里啊。昨天我们讲到此地说的十波罗蜜，布施持戒。今天呢，我们要讲忍辱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一切法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大，无论是世间一切法，或者是除世间的一切法，可以说没有一样的不是因忍度而得成就。这一种是自然现象啊，佛门里面所说的法尔如是，那就是行的。小事要有小的耐心才能成就，越是大的事情越要有大的忍力啊，才能成就。我们看看《大乘教》里面怎么说的啊？梵语称为禅体，华严忍辱啊，是在讲呢，它是忍耐的意思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忍。早年翻经的这些法师看到中国人呢，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对于儒看得太重了，坚固的执着。那我们讲这个执着执啊，执就是固执。那着呢，着就是着相啊，对于这个现象有坚固的执着。啊，所以用了这个执着这个名词。啊，就是坚固的着相啊。着相已经是错了啊。那执什么相呢？就是如，你看中国人古人常说的似可杀不可如，那是是一个读书人啊。那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知识法子杀头没关系，不在乎啊，侮辱不行，决定不能够接受侮辱
所以翻经的法师说，中国人对五儒这样严重执着啊，那是忍呢，就忍儒啊，所以儒能忍呢，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啊，所以说是翻经时候这些大德们的时候刻意就取了这个字啊，提醒中国人啊，没有一样不能忍啊，啊，忍这才能成就啊。下面说呢，忍有二种，一者生忍，二者发忍，有这么两种啊。什么叫生忍呢？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骄逸啊，这是一类。第二呢，惩骂打害中啊，不生怨恨，这个都属于忍四方面。我们先说这一方面，这个很难忍。恭敬供养，我们常讲啊，遇到善人，环境好，称心如意啊，顺心。啊，善缘，善缘是讲啊，好人都是你喜欢的人。那环境好啊，一切称心如意。你在这个里头啊，不生骄慢。啊，一是放逸。啊，骄是骄慢。与贪念呢有密切的关系啊，能不能在这么好环境当中啊，不起贪念，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在顺境逆缘起贪念呢，麻烦可就大了。啊，大在什么地方？你离不开这个环境，你喜欢这个环境，啊，贪爱这个环境，可是你的寿命有限呐。啊，死了以后，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有轮回耶，死之后到哪里去？啊，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啊，阎罗王有没有？有，是有这么回事情。啊，阎罗王根据你自己的意思，他凭什么判你到哪一道？啊，你喜欢哪一道，他就把你判到哪一道去了。啊，喜欢什么呢？喜欢贪念。舍不得离开。啊，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啊，你自己一生的行业还不错，没有造什么大罪业，啊，来生又得人身了，到哪里去了？又到你家来了，啊，做你的孙子，啊，做你孙子的儿子，这又变成一家人了。他为什么？他对这个家贪念。啊，那如果是出家人可麻烦了，出家人是寺庙里。
寺庙里面没有男女婚配，这怎么办？他离不开这个事，可寺庙里头有老鼠啊，有蟑螂啊，有蚂蚁啊，哎，他就投这个胎，啊，他不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啊，所以麻烦大了，啊，所以佛陀时时刻刻警惕我们，啊，顺境。善缘决定不能有贪念的心啊，这个地方是讲啊交易，我讲贪念好懂啊，贪念的行为就是骄慢放逸啊，无论在什么环境啊，家庭也好啊，对你的事业也好啊，在顺心的时候啊，要有高度的警觉啊，要知道人在这个世界啊，这一生真正是缘聚缘散啊，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缘分啊，缘聚，这个场面就显现；缘散呢，这场面就没有了。啊，像我们在此地啊，一起学习《望经华严观》啊，这两个小时，你看我们这么多同学从四面八方到这个讲堂来。这句啊，啊，这一会讲完了，两个小时讲完了，啊，我们就散掉了，啊，缘聚缘散，聚的时候没有贪念，散的时候也没有悲伤，啊，永远保持你的平常心，啊，平是平等。啊，不起不浪啊！啊，常是永恒保持你那个平静的心啊，最清净心啊，不起不浪，这叫功夫啊！啊，在佛门里面有个名词叫三昧啊，也叫禅定啊，所以禅定不一定是。盘腿面壁啊，禅真正的禅定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清净心、平等心啊，那是真定，所以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进入这个境界，在佛法里就称为圣人。那是佛菩萨，那就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总是有心思，心思啊总是免不了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在作祟啊。那反过来。如果是在逆境，这环境非常不好，你很不喜欢，又逢到恶缘啊，恶缘是人事环境啊，遇到那些人都是你自己厌恶的，跟你不能好好相处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于嗔骂打害中不生怨恨啊！啊，知道啊，这也是缘聚啊，这什么缘呢？这是不善的缘啊，顺境善缘那是好缘
啊，这反过来是个不好的缘。那可是，那也得具缘，因缘遇会时是果报还自受啊。别人以嗔恚心对我们，啊，以恶口、绮语对待我们，啊，甚至于打骂、陷害，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生怨恨。啊，为什么？中国大乘教中，祖师大德了，常常勘验学人，用现在的话讲，就考试，考考你。啊，常常啊提醒你，你会吗？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之深啊！啊，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深意，是看破，是放下。那你会吗？你看破了，你放下了。啊，看破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所谓冤家巨头啊，不是冤家，不会在一起啊。啊，冤家聚会，就明白了嗔恚报复。啊，那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别人嗔骂我们，我们会不会生气？特别是无缘无故，或者是他对我们有误会，啊，我们会感到很委屈，啊，感到委屈就有怨恨在里头，啊，从怨恨里面产生了报复，这个事就麻烦大了。往后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一时比一时强烈，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是你觉悟了。啊，我们对于这些冤家对头，最重要要懂得吧。啊，不能再结缘。希望在这一生遇到呢，这个账到这一生就结掉了。这是聪明，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我们是遇到，一定要晓得忍辱。啊，他侮辱我，我要能忍受。啊，把这个冤结化开。那真正修行人呢，不但是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还生个什么心？感恩的心，很感谢他。啊，为什么会感谢他呢？因为他这种态度行为对待我，我能欢喜忍受。
自己这个忍辱的功夫提升了，那没有这个忍辱功夫是做不到的呀。证明你忍辱到一定的程度，等于说他来考一考你，你通过了，你对这个老师要不要感激他？啊，所以祖师大德这一句讳莫，你看意思多深。如果你会的时候，不但顺境不生欢，不生这个贪念；逆境呢，不生嗔恚。你的烦恼习气慢慢就真放下了。你要不通过这个实验，你怎么知道你功夫成就成熟了？啊，我们记得莲池大师在《住窗随笔》里面呢，记了一段故事，那是真人真事。啊，有一位修行人在深山里面，啊，应该有二三十年不下山了，修得很不错啊。啊，这个信徒对他尊敬供养礼请他下山去讲经弘法，啊，他去了，下山了。这一下山呢，与这个信徒恭敬供养啊，哎，他就升起教义，就是此地所讲的，啊，功夫就退转了。那我们家经不起考验，深山里头与外界隔绝，啊，心行很清净。一进入花花世界，经不起考验，心就动了。啊，莲池大师跟他很熟，遇到的时候他就讲着。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啊，深山修行很多年，一入红尘之后啊，一败涂地啊，啊，他是来红尘度众生的，最后是被众生度走了。那个人就问了，是哪一个？莲池大师说，我说的就是老兄啊。这一句话点醒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很多，啊，所以现在修行成功难啊，啊，几个人能经得起名闻利养的考验，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不动心，那有几个人？啊，又有几个人在逆境里面，啊，冤枉被侮辱，啊，没有嗔恚心，啊，不生怨恨，没有报复，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真的会呢，他心地永远清净，在顺境里面清净，逆境里面还是清净。啊，他生一个什么心？永远生一个感恩、报恩的心。啊，为什么？学生在学校念书，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念中学，我们的老师天天一上课啊，就考试啊。天天来考你，看你有没有进步啊。那我们修道人是不是这样？是的。你看从早到晚，你看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不都在考你吗？啊，顺境你起了贪念，
你的考试不及格啊！啊，逆境遭人家骂你几句，啊，给你一点侮辱，你就生气了，你就怨恨了，你都是得了个零分回去。啊，天天考，天天没进步，不但没进步，而且还退步，大幅度就退步，啊，生气、贪念、生气、怨恨。纵然是持戒持得很严，有没有功夫？没功夫。啊，哪有严持境界的人会起贪心，会起嗔恚心？啊，自己戒律持得很不错了，好像很如法了，看到这个不持戒，那一个破戒。心里面就很不高兴，随意的批评，这种态度说明他那个持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看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真正持戒的人啊，这个世间一切善恶他有没有见到啊？如果说见不到，那见不到他眼睛有问题了。他见到了，他见到怎么样呢？他不放在心上，这叫不见世间苦，见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放在心上，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都是平等的礼敬。赞叹啊！啊，这个赞叹里面善的言行赞叹，不善的言行不说，顶多笑一笑就完了。啊，这个里面意味深长啊！啊，我们总得要明了。要知道啊，怎样去学习啊？在《诸法纪要》里有讲。三种的忍行啊，就是忍辱的修行啊。第一个，跟这一条后面这个意思是相同啊。遇到一些恶缘，遭人遭受人毒打，甚至于各界下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各界身体，佛在经上引用这个故事很多，说的最详细的在《大涅槃经》，这故事详详细细的说出来了，《金刚经》上只略略的提一提。啊，那个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没成佛啊，修忍辱波罗蜜啊，人之所不能忍啊，一般人忍受不了的他都能忍
实际上啊，是诸佛如来。视线这种形象给我们看的，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们这种行持，我们自己深深去反思、反省、去觉悟啊，要向他们呢学习。男人呢，能忍啊，没有不能忍啊，只要你能够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看淡一点啊，不要那么认真。在经上啊，就在我们这篇文章上，总的题目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那是说的谁呀？说的法身大师啊。他对于宇宙实相完全明白了，觉悟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知不知着？不知着。他分不分别？不分别。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了。所以，他释迦牟尼圆满。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这个感应道教那个样子很像日本江本博士就水试验一样啊，你看水没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有感，哎，它就有应，我们一个善念，你看它的接近那么美，那我们一个恶念对待他呢，那接近就很丑陋。江本博士做了十几年的实验，天天在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发现。我们前面学的自性清净圆明体验，法性的法性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所以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怎么会起心动念？怎么会有分别之处啊？那才叫正确的诸佛菩萨应化则是法界，形象上跟我们没有两样。穿衣吃饭学习工作没两样，实际上骨子里头完全不相同，所以叫随缘妙用随缘是众生有感，他就来有应嘛。这个感应是随缘嘛。妙用在哪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不起心不动，这是佛。不分别不执着，这菩萨。那我们呢？我们在作用当中啊，他起心动念，他分别执着，所以这叫凡夫。我们相形之下了，他妙我们不妙啊，所以他什么都能受啊，我什么都要计较啊，斤斤计较一点都不懂得忍让
那这叫造业，造业就有报应，就有因果，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你看多苦。啊，所以佛在大乘经里教我们要学菩萨，啊，随缘妙用，那你就快乐无比了。啊，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你在写外表上什么都看不到。啊，可是会看的人就清清楚楚。啊，会看的人说，顺境里面不贪念。逆境里面不称成慧，啊，从这个地方能看得出来，啊，如果再严重一点，别人轻视你，瞧不起你。回报你啊，侮辱你，陷害你，你也能够忍受，也没有怨恨，也不起没有这个报复的念头啊，不但没有报复心，没有怨恨的意思。刚才说了，啊，真正修行人呢，是天天在这里接受考试，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境界越高，你受的这个侮辱就越严重，你遭的难就越苦。关关都通过，那恭喜你，你成佛了。啊，所以忍辱仙人最后那一关呢，是被割离王割截身体。这个割离是梵文，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残暴不仁。我们中国人称为暴君呢，啊，他是个王啊，啊，我说是。这不是一个好的王啊，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不通人情的、不讲理的这个恶王啊，暴君啊，遇到这么样一个一桩事情啊，那真叫无缘无故啊，他一不高兴，他把他杀掉，杀。还不是一刀把你杀死，啊，叫凌迟处死，啊，就是用刀的时候慢慢的来割，啊，把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一直到你割死，受这么大的屈辱，啊，忍辱仙人告诉割离王。我将来成佛呢，第一个来度你啊！所以在这一次，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如尊者。乔成如尊者的前世就是割离王啊！你看，忍辱仙人不但不怨恨他。不但不报复他，还很感谢他。我将来成佛，头一个度你。这个是正确的。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恶缘，在佛菩萨心目当中平等的度。
啊，哪个缘成熟的先度。啊，佛为了报恩，这是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学习。啊，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啊，如这个残害没有比凌迟处死更严重的，啊，他能够接受，能受得了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啊，在贤劫千佛名次排列，释迦牟尼佛是第五尊佛。啊，名字在弥勒佛之后。啊，因为割离王各界身体是这个身体忍辱波罗蜜的圆满，提前了。啊，所以他提前为第四位成佛。弥勒菩萨呢？那弥勒现在是菩萨，将来在释迦牟尼佛之后，他接着成佛，他们两个一次颠倒。他提前了，忍辱仙人对他的感激有道理啊，啊，帮助他提前成就了。我们能不能体会这个意思？啊，体会到这个意思，你遇到逆境逆缘呢，你不会有一点怨恨心，你会有欢喜心。啊，为什么呢？我提前成就的机会到了，他给我的啊，他来考我，我这关通过了，没有怨恨心啊。啊，所以说，啊，经上讲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这两句话特别用在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诸位知道，天灾人祸，异常的频繁。居住在地球上众生苦不堪言呐！啊，我们遇到了啊，多少人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淘汰了啊？真正修行人遇到这个环境。啊，这什么大考啊，不是小考啊，大考啊。啊，你能关关通过的时候，你不是提前成就了。啊，所以说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啊，问题。我们要以真诚的心待人接物，要以清净心、平等心、智慧心、慈悲心，啊，学诸佛如来，永恒不变。啊，无论是在善缘，是在恶缘，啊，是顺境还是逆境，啊，决定要保守。啊，真正能做，决定得三宝威神加持。啊，再困难的难关，你也会通过。啊，苦是要受，应当要受，以苦为师啊。啊，那么先前这个世界上有严重灾难。
啊，经济的危机现在没结束啊，科学家为我们提出警告，接着会有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啊，接着还有淡水的危机，麻烦可多了。啊，也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瘟疫，啊，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那人为的灾难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个东西爆发了，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小三灾，啊，小三灾呀，是讲核武战争、生化战争。遇到这么一个环境啊，那对我们修行来讲，人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啊，真正修行人，看看四周的环境，不对，怎么办？加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事。如果不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把念佛来看淡了，不要紧，时间还很长，慢慢来。啊，现在看这个环境呢，不行，不加功夫，那就不得了了。啊，提醒我们认真念佛。帮助我们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环境好不好？太好了，千载难逢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说，人到底是善是恶，很难讲，环境也很难讲，完全看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来对应啊，会没有一样不好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没有一个不好，通通好啊，不会呢，不会啊，那就没有好的环境，你就找不到好的啊。从这上面我们要深深能体会到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境随心转。啊，外面的环境是假的。啊，是善是恶，是顺是逆，都是从我们自己心来转变。啊，心如果善，逆境也善。恶缘也善。心要不善呢，哎，善缘也不善。顺境也不善。你怎么能怪外头呢？外面没事啊，这才是真理啊！啊，所以这个僧人呢，是讲我们的生活环境啊，人事环境呢，跟物质环境啊。那么第二讲法人，位于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愁。啊，这个偏重在自然灾害这方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这个非常难得。我常常想，他是个王子出身，我们佛法里也常说啊，富贵学道难呐。释迦牟尼佛是贵族啊，富贵人啊，他能舍，他能放下啊，他放下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一生没有改变啊，他做给我们看的啊，真的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啊，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什么灾难都没有。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科学家提醒我们他们知道这是在科学上用数据上得来的地球现在已经有很严重的危机了所以我们常常听说地球病啊，病得很严重啊。那为什么会有病呢？是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不安分，天天把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破坏了所以地球啊，地球病了。我们有没有在破坏地球的这个工作呢？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其实都有份。佛给我们讲，水灾。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贪婪啊，贪心是水呀。火灾，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嗔恚呀。风灾，像台风、飓风、龙卷风，现在是愚痴啊。贪嗔痴这叫三毒烦恼如果贪嗔痴没有了，这个水火风三个灾就没有了。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贪嗔痴傲慢，共高傲慢，地震的原因。傲慢是不平的，高下不一样的。这个就引发了地震。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外面境界全是我们起心动念把它变现出来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下生。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真像佛经上所说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这个世间什么灾难都没有。那么现在大家是非常担心的，就是地球的气候的变化。地球这个温度不断在上升。
这个影响太大了。啊，特别明显的是南北极，温度上升啊，南北极的冰融化了。啊，高山上的积雪融化了。这问题严重啊，南北极的冰呀，通通都融化了。科学家告诉我们，海水会上升50米，那么沿海的城市全没有了，全都被淹没了。这个事情，科学现在没法子解决。高山、雪山的积雪融化了，那么许多的江河水源就断掉了。啊，你像中国长江黄河，它养多少人？如果一旦的时候，长江黄河的这个水没有了，啊，断了水了，中国有13亿人。我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缺乏水资源，没有水喝怎么办？